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刘。今天是星期天，上个星期去做了体检，然后呢，这个星期天准备过去拿下体检报告，出门啦。虽然呢只做了简单的体检，但还是有点担心。看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，比中彩票还开心。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，把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。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夏天的阳光，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花间。想去远方的山川，想去海边看海鸥。这个发型就像那种农村的那种村姑的那种发型。没有谁能比你更合我的配，没有谁能